餐馆过节，我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酷酷，我们现在是7月30号的中午1点，我们来到了长沙青春芒果馆，正在这个地方准备进去里面看看我们的展位。艳阳高照，好热，好晒，好晒，好晒。又要来了是吧？健康码是吧？我们现在在进去，我们参观我们应该已经搭建好的展位。地上还有我们的那个花纹，还有我们的飞机超人的投射灯。好过瘾！哇，有那位！哇，有耶！哇，拍出来很有效果！哇，有位，好像很厉害的感觉！有啊！哇，好科幻呐！好帅好帅好帅！我们先进去再给大家拍。好多好多好多人，好多人啊！开心看我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我们新的一套人偶，开心超级可爱。看妈妈，你站在他前面，站在前面。嗨，小青，他说。芒果城的游客下午好，欢迎光临开心超人夏日新之力体验馆，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即可获得小扇子、贴纸等精美礼品。各位青春芒果城的游客下午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第一天刚刚下班打卡，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天下班打卡这个口出来之后，这个景色，这个云真的很漂亮，看不到月亮也是很漂亮，但是都看不到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凯奇广场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排队进来的，这里就从这个棚进来，排队还挺长时间的，就明天见了。我们现在回到酒店，我发现这个夕阳真的特别好看。哎呀，快点，对呀，好好看啊。紫紫的，粉粉的，好好看。哇，这个太阳太大了吧，太热了。 CEO 在涂防晒啊，不要看我的腿吗？哇，超大太阳，这里怎么会这么大太阳？哦，有车了。
有车了，冲过去吧。好，走吧。我才拖了一条腿，上车再涂吧。车上涂吧。哇，天哪，太帅了。我坐在这里还要继续被晒，我要晒半小时。我们现在到了那个，到了这个五一广场地铁站这里。对，扶手带卡住，别碰啊！扶手带煎肉了，有啥水？好热。好晒呀、啊！你们长沙大扑棱儿子吗？上面这个这是凤凰好吗？哦，是天使啦！我的天！长沙地标美食名片，辣椒炒肉最大成功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莫吃微辣，这是我的辣椒。其实这个给我都不太够。今天是8月10号的早上，下了倾盆大雨。这个，哇，黑云压城的感觉，有点难搞。好大雨啊！8月10日，对，的下班打卡，5:15。我们今天驮了一场，早上驮了一场大雨，然后对现在的阳光就有一点点温和，没有，是又很刺眼呢、啊。对，没有之前的那几天那么火爆。我要买煎饼果子，我也想吃煎饼果子，我想吃手抓饼，我不想吃手抓饼，我想吃。好了，那今天就结束了，拜拜。那是。8月11号的晚上，我们在酒店点了火锅，还正在开始烧呢。这是第二餐火锅，看看我们点了啥。这个是蔬菜套餐，这个是鱼，明明人家是菌菇啊，菌菇套餐。然后这个是百叶，这个是莲藕，然后肥牛和肥羊放到了一个盒子里，对，这两个放在一起。然后这个是贡菜。这个是送的海带结，这个是娃娃菜，下面就是土豆，这个是肥牛，这个是嫩牛肉，这个是鸭血，还有鹌鹑蛋，还有莴笋。对，然后那边的话 CEO 跟妹妹还在调料，我们在自助调料，对，在酒店自助调料。然后还有小食套餐，虾滑。酒店灯光很暗，所以就到此为止。看，有个巨型的钢铁侠。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漫威电影《宇宙英雄》特展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！在拍他，哇、哦，好帅哦！锤子，弄了一个锤子。博士，我觉得奇异博士这套衣服好好看。哪个？奇异博士，我也觉得。Forever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能发光，哇，爸爸，哦，手套，无限手套，哦。
jewel of Odin's treasure room. Legend tells us one thing, history. 好帅啊！这就是结束了是吗？ Belongs to both. There are six similarities.各个英雄的历史，有内味了，有感动的。我们来拍个照，我们选两个人可以拍的吧？我们选两个人可以拍的。2000 years later， 拍完了，不知道会出来一个什么鬼。很神奇，总而言之很神奇。那我在这里等，好久，就有点神奇的一个照片。哦，来了，看一下，哎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就是它的怎么讲呢？它的成像是吗？可以，看一眼，走了，拜拜。